沿着内蒙古最西端的边防线，我们一路向东行驶，除了偶尔会听见沙地敲打车身的声音和呼呼的风声之外，四周一片寂静，连景色也没有什么变化。时间久了，视觉上难免会有些令人倦怠，这时候我们就更加盼望能快点到达走遍关的第二站狐狸山哨所。行驶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你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你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古时代的战场，比如说一些古诗句，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想象非常的美好。但是当你向远处望去的时候，你看到的却永远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戈壁滩，还有一些零星的矮小的山漠植被。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变得特别的荒凉，你会特别渴望人迹的出现。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哨所曾经就是一片人烟罕至的地方，那里因为曾经有狐狸出现而被命名为狐狸山哨所。那么这次我们去真的能看到狐狸吗？那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司机班长和我们开玩笑说，在戈壁上开车就是一条道跑到黑。果然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远处那几座黑石头山和伫立在那上面的哨楼，那里就是狐狸山哨所了。大家好，欢迎你。你好，你好。这是你们哨所，就这么些人吗？哨楼上还有两个、上面的那个，对，这是哨楼。那你们住在哪儿啊？我们住在这边下面是吗？对。能带我去看看你们的好的，往这边走，生活的地方。狐狸山哨所地势偏远，四周荒无人烟，只有几座光秃秃的黑石头山，远远望过去好像月球的表面。驻守在这里的战士平均每十天换一次岗，平日里除了执勤的八名战友之外，他们很难再见到其他人。记者的到来让这个偏远小哨所一下子热闹起来。谁最活泼？就那个啥，北京青年嘛，对不对？北京的什么？北京青年嘛。北京青年。他属于北京的嘛，那大家给他就是起的名叫北京青年嘛。没有我穿着雨伞，他们早疯了。为什么呀？憋的嘛。和其他人相比，战友们眼里的北京青年王尚显得更活泼一些。然而当记者和他聊起这里的生活时，他却突然说了一句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的话。我们的生活既然说了你们也不懂。为什么呢？你们不会想象到，想象不到，没在这儿待过的人都不懂。虽然我们一时还无法理解王尚眼中的寂寞是什么样的，但却让记者对狐狸山哨所充满了更多的好奇。那你现在想家吗？我想我妈妈。爸爸不想。我没爸爸。只有妈妈。这一个人。就一个。那你来东京在家里谁照顾他？自己。就一个人？就一个。尽管我们刚刚来到狐狸山哨所，尽管我们并没有看到让记者感到心灵震撼的场面，但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对话背后，却已经让记者体会到了戍边人那种坚守背后的沉重。夜深了，这里的故事才刚开了个头，但对摄制组的每个人来讲，内心却不再平静。我们开始期待了解这里的寂寞，盼望早点看到从戈壁上升起的那一道曙光。
昨天晚上摄制组的很多人都没有休息好，大家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和战士们聊天时的景象。战士们说，没来过这里的人永远不会了解这儿的寂寞。那么在这片黑秃秃的石头山上，战士们所体会的寂寞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发现与其他部队不同，这儿的早操很特别。每天早操，战士们都要爬上哨楼十几个来回，这和内地部队的5公里武装越野的运动量大致相同。然而与内地部队出早操喊着响亮的口号相比，这里的战士们发出的却是肆无忌惮的吼声。战士们说，在这片寂静的旷野，每天早上能够放声喊起嗓子，感觉一天的执勤巡逻都会踏实很多。原来战士们站岗执勤呢要3班的，而平均一天一个人呢要上哨楼8次，而这个台阶呢是442个台阶，8个来回下来，一个战士一天就要爬7072个台阶，而这儿的海拔是1151米。所以说算一算，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一天需要花费的体力，这也是这种早操独具特色的地方。我们一起试一下，加油。我要是爬上来的话，可能得8-9分钟的样子。你们上这么一趟需要多长的时间？3分左右。3分钟啊？平均时间大概就是3分钟。三分钟。啊，快的两分多点就能跑上。就直接一口气跑上来了，太厉害了。跟随出早操的官兵，我们登上了山顶的哨楼，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漫山遍野的黑石头。它们有点像月球的表面，又有些像废弃的煤堆，给本来就荒凉的戈壁又蒙上一层灰暗的色调，让这里显得更加孤寂。你看天，天看不到边；看地，地也看不到边。你望向四周，这个景色全都是一样的，就好像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就剩我一个。更加出乎记者意料的是，这一片片光秃秃的黑石头却又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石头。听战士们讲，在20几年前驻守在这片黑石头山上的官兵们都曾出现过脱发和指甲凹陷的情况，有些严重的甚至导致不孕不育。那么这些看似坚硬的黑石头里面到底含有什么物质？如今它是否还在危害着官兵们的健康？我们哨所周围山上全是这种石头，嗯，但这种石头跟普通的石头还不一样，对，你看这颜色特别黑，嗯，而且感觉挺亮，嗯，对，它这个看上去有点像那个铁的颜色，对，嗯，然后你敲打的时候声音很特别，嗯，你听听，对，有金属撞击的那个声音，很脆，对，就跟金属撞击的那种声音，对，它什么质地的？因为它这里含了很多的金属元素哦，而且有的还有辐射性，有辐射啊，这个是官兵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话，对身体健康特别有损害。那官兵就是在这种石头周围生活，那身体不是一样还会受到危害？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嗯，比方说现在我们哨所执勤人员，嗯，从原来的1个月轮换一次，现在10天轮换一次，哦。等于在这儿的时间变短了。对。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它肯定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对，那多多少少还是有影响的。那怎么办呢？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军人嘛，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哨所存在的意义。面对这样的辐射环境，官兵们说不出太多的豪言壮语。他们说，20几年前这里曾驻扎着整个连队，
而今天的连队已经迁到了45公里之外，因此比起那时的军人，他们已经幸运很多。走在这片残垣断壁上，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当年驻守在这里的战士们生活的场景，而现在沿着那一代代军人走过的巡逻路线，今天的年轻士兵们依然在这里放哨站岗。脚踏在这片黑色的石头山上，你会有一种特别真切的感受，军人的牺牲其实不全是枪林弹雨和血染战袍。在和平时期，其实有一些牺牲就像是哨所旁这些带有辐射性的石头，不用专业的仪器是检测不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体现在人们的身上，比如说脱发，比如说指甲凹陷。这种牺牲和走向战场的牺牲在我们的心中一样的神圣，一样的值得尊敬。我们不是军人，不能献上一个军人的军礼，但我们想用心中最真最深的敬意向他们的青春致敬。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王上一个人在捡石头，这也是狐狸山哨所战士们闲暇时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在大片的黑石头下，他们偶尔也会发现几块形状好看的普通石头，战士们就把这些石头当宝贝一样收藏。王上曾经就在信里告诉他的女朋友，他已经为他捡了很多美丽的石头，等他退伍回家的时候，就把他们作为礼物亲手送给他。我做过最浪漫的事情，也就是站在山顶啊，或躺在我们那个房顶啊，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真的相当浪漫了。咱们这里天空它真的很漂亮，每天很容易就看到流星了，大概一个小时能看到4-5颗。我就看到一颗，对着它，对着电话大喊出一个愿望。嗯，什么愿望能说吗？比如说愿它永远美丽啊。嗯啊，我们能牵手到白头啊，啊我就想娶你啊之类的。嗯，王上告诉记者，戈壁上的手机信号不太好，有时候打着打着就听不到声音了，发一条信息对方很可能要在十几个小时后才能收到，但那些浪漫的瞬间一幕一幕仍在他的心里。对他来讲，爱情就像他曾许愿的流星，虽然美丽，却早已经失落在天际。当兵，今年3月17号，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嗯，咱们俩分手吧。我就好吧，是那样就分手。你没挽留吗？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用你留。不是你的，你留有没有？和王上的情况一样，哨所里的其他小伙子因为距离遥远，很多都经历过失恋的苦痛，但是这片他们用青春守卫的戈壁也让他们的心胸变得更加辽阔，对于爱情他们开始有了新的理解。可遇而不可求吧，但没有碰到最好的那个爱情，最适合的。老婆，我要爱你一生一世，我一定娶你，我要和你白头到老。和你白头到老，此时此刻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望，但我们相信当有一天爱情到来的时候，谁又能说戍边军人的爱情不够炙热？
虽然早已经入冬了，但狐狸山哨所上还没有迎来第一场雪。战士们告诉记者，如果冬天这里不飘雪，几乎看不出季节的变换，永远是清一色的黑石头。有时候你甚至会突然忘了你是在过哪一个季节，但在官兵们的心里，生活从来都像图画一样美丽，像歌声一样动听。哎呀哈呢那很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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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那一刻，他会觉得自己的青春，即使在这片光秃秃的黑石头山上生长，也一样有着闪亮的颜色。奉献了两年的青春，他让我收获了那么多，一颗一颗的真心也是红色的。我们一起摸爬滚打所留下的汗水或者血水，一起到地上，那个也是红色。我们的青春就是大红，中国红。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虽然狐狸山哨所地处偏远，官兵们也有着自己的快乐生活。前阵子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流行时，为了打发寂寞日子，他们模仿起这种节目的形式，每月也举行一次哨所好声音。今天进入决赛的两名选手是胡伟民和王尚。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的自由的世界，如此清澈的高原，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太高了。同志们，一号选手唱的怎么样？好、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我多想回到家乡。王尚没唱几句就忘词了，当他用粗糙的手捂住脸的那一瞬间，我们好像能够理解，驻守在荒无人烟的黑石头山上，战士们会唱的那些歌，一定都是曾在城市里处下的记忆。在这一刻，我们聆听的不再是音乐本身，而是战士们内心最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将超越极限，超越自己，相信自己、哦、在我们离开的这天早上，狐狸山哨所的战士们打算把住的房子粉刷一新。这一年刷几次？一年刷三次了。为什么刷这么勤呢？自己住的嘛，刷的好看一点，干净一点，住的也舒服。我们最终在这里没有看到狐狸和哨所房子粉刷后的模样，但是能够想象得到，在这片荒凉寂寞的黑石头山上，每当战士们执勤回来，看到亮堂堂的房子，心里该有多么开心。由于平时很少有摄制组来这里，加上这里的通讯不是很方便，所以官兵们特别珍惜这次拍摄的机会，他们想通过我们的镜头对远方的亲人说上几句心里话。爸妈，我已经长大了，不用牵挂我，你们好好照顾自己。大哥大嫂，在我不在的这十一年中，是你为我为父母尽孝，照顾我的家庭，我愿意下辈子还会你做。
做兄弟，谢谢你们。再见了，我的军旅生涯，我会想你的，护你山小组。妈，我爱你，我已经长大了，我一定好好孝顺你。爸妈，儿子想。走遍贯摄制组又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天空飘起了雪花。这一刻，我们有点想念狐狸山哨所了。那里一定不再是漫山遍野的黑色了。想象着战士们已经走出了门外，能够好好的看一看冬天的景色了。我们更加期待这一场雪也会为这片寂寞苍凉的土地捎带更多美丽的讯息。一条绵延不绝的神圣边防，一次触动心灵的真情记录，一幅雄关边塞的壮美画卷，一首戍边军人的挺血长歌。大型电视纪录片《走边关》，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倾情奉献。